又到聖誕，又到聖誕，呢幾集咧，我哋會繼續同 Teddy Coffee 去慶祝聖誕。想睇更多，就快啲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同汪星人一齊感受聖誕嘅氣氛。Happy！每年聖誕節最多燈飾的地方咧，就一定是尖沙咀啦！哇，超多人啊呢度！第一站咧嚟到海港城的露天停車場。海港城的 Starbucks 咧有个商场位置可以大狗仔嚟坐嘅。先好先，你想想啊？哎呀，好黏黏啊！关佢哋咁啊 ！Coffee 系唔中意饮 coffee 嘅。佢话阵间舐一啖你就晕低。哇！咩嚟噶？當然唔少得去埋1881啦。